我是刚刚列车长，在1809年3月2号，也七堵站22:40首发的是许愿车1579全车421次，经由宜安县开往树林的1579全车。不知道我去的那么紧张，我等一下吧，刚刚隔一次就拿得紧。车是一次就应该先靠树林的1579全车，在七堵站停靠，刚刚隔一次再见。